我没有做手脚，没有，我只是用炮把路径改过去而已。哦，我没有做任何处理啊。在第三层，哇，有没有一样？有，一样。最后一层呢？最后半层呢？有没有一样？有。结果，答案是什么？都一样。真的，全部都一样啊。都一样，好聪明啊，好。啊，为什么？现在问题来了，为什么？至少直觉上，会觉得第一层比较深吧？不会啊。对不对？它第二层比较浅，越来越浅啊，直觉上会这样。啊，原因是什么？因为原因在这里啊，它都是每一小块都是渐层的，由浅到深，每一块都一样。它只是在第二层呢，第二层的交界呢，这个浅的在哪两个之间？在两个深的之间，我们脑袋经过我们眼睛跟我们讲，这里是更浅，因为对比的关系，都会这样子，好吗？好，姐玩到这里，小朋友都知道我会骗你们，是不是？所以接下来难骗哦。还有一个，就跟刚才是不是要查回？哎，现在变什么了？刚是大小深浅，现在呢？这一指这一块的颜色跟这一块的颜色一样吗？一样。哦，你讲一样我就输给你们了。这一块跟这一块。一样。如果你讲一样，你要检查哦，要检最严苛检查，因为你不是正常人。好。来，到底实际上有没有一样？一样。不要说我骗你们，我们先把那个纸卡拍下去。好，纸卡拍下去，我们实际做看看。先发这个。现在我们来实际操作看看。啊，不要急，没关系。我们科学要有什么精神？验证的精神，对不对？光听老师这么讲，哦，不自然准。我们来实际做一下。好，刚放下去的，他做什么？请先把美工刀拿出来，小心哦，小朋友用美工刀，请小心。美工刀还没发呢。好。对，现在这套。好，美工刀把上面的黑色的小方块割下来，把它镂空。这边割小小的方块，那两个小小的方块把它割下来。啊，在切割板上面，啊，在切割板上面割，小心啊，不要割到手啊。切割板没割过。这边没有。不太好吃，哎，来我帮你弄。不是，我是说，要利一点。对。小心点，不要危险。可以吗 ？OK。这样比较利。这样比较好割。这割不能乱掉。对，小心。帮我丢一下。割好了吗？我们还有下一步。好，如果割好了，就准备把它叠在上面来验证一下。好，已经有割好的，镂空的，我们现在发第二张图卡，就是荧幕上这个图，真正验证一下。我们割那两个小洞，就是要观察我们刚讲那两个颜色到底一样不一样。把它叠上去，有1万1兔的框框，对哈，
方向要对啊，方向对了，一万一度对啊，有没有一万一度的方向对啊？哎，对，这样子。哎，你没落空。小心点。好，然后一万一度的方向叠好，啊、哦，还没有吗？啊，叠上去看，两个叠上去，嘿，后空的叠上去看一下，确定一下。嗯，对啊，这样一万一度，很好很好啊，你看啊、哦，看起来样子，再打开，哎。再放上去，可以用胶带，回去就用胶带把它粘起来。好，都看出来了吗？这应该蛮快的了哈。哎，然后这按着，然后现在一样不一样？好，先救一下。好，都看出来了啊！来看这边，看这边，回去可以这么做。回去可以用胶来看这边叠好了，对不对？用胶带在边缘粘起来，这个怎么样？点一下说有没有样，有没有样？真的吗？等一下看，看着里面没哪呢？好，这样看一定不一样嘛。你如果说一样，真的是要看眼科了。好，那叠上去才发现哦，是好，可以用胶带粘住边缘。好。对，先对好，然后再粘住侧边，用胶带粘侧边，这样操作起来就更方便了。侧边哦，粘侧边，不是那边。哎，对对对对对，粘侧边，嗯，它再把它粘过去。好。对对。对别的我没试过。啊，动眼睛，对啊，可以试看看。好，收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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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下一个。现在呢，都看出来啊！哎，为什么？哎，银，请换到左。OK， 好，那个我们看一下啊，哎，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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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一下周围，周围，周围，这一块的周围是比较明亮，这一块呢比较暗，那眼睛呢会，其实这个、啊、原因自然还不知道，你眼睛为什么这样？这只能说周围我们眼睛的视觉经常受到我们所注视的这个区域周围的影响，包含了大小，刚看过大小了，还有凹凸，还有包含了亮暗，还有包含了颜色，都会有影响哦。那、啊、除了这个还有吗？还有本来我们看一下啊，好，这个放原来是镜子的，仔细看啊，我要点，哎，看荧幕，很快，看荧幕，这个是镜子的圈圈吧？这个都镜子的，我要按着让它动起来，会怎么样？小的摇下来。圆圈有没有在动？没有，没有吧？看起来，看起来好吗？看起来有没有？啊，我现在是说看起来啊，小朋友们。好，看起来会像在动，对不对？好，再来，又要发东西了。这要干什么呢？来，我先搓，然后再发。一个是透明的，有没有看到透明的？
啊，一个是空的。一个是透明的，对不对？啊、哦，透明的，啊、哦，这边，透明片啊，透明片，对不对？透明片，一个是纸张的，纸张的，啊、哦，这两个纸张，啊、哦，一个是透明片，一个纸张，等下发了会各发一个，发了一个之后呢，上面又写 F2 有没有？它、啊、上面又写 F1， 然后你就把它对好了，叠起来看，还没还没到，然后呢，前后移动一下，你用手。慢慢的移动，会怎么样？你们像火起来了，然后你可以这样，哦，你可以看荧幕的衣服，也可以，啊、哦，或者说只是这样动也可以。OK， 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图有在动吗？就是说这图会被变动，图本身不会变动，也不会变动，所以为什么眼睛看起来好像就活起来一样？这个跟当然跟视觉暂留也有关系啊，哦，啊，这个就是我们视觉呢会经常把很多图案呢，因为它们的交互作用的情况不一样，而产生不一样的感觉，所以我们这个也是一样可以发下去，大家可以带回去玩一玩。啊、哦，刚这里有个恐龙的啊，这、哦、马上就我们这边也有了，我们这边呢，中央大学这边也是有，哎，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哦，谢谢，看到了啊，老师已经对着我了，这个鼻子是不是凹进去的？是不是凹进去？凹进去，凹进去，我凹进去这样看比较清楚，啊、哦，这样看啊，这样凹进去了，对不对？凹进去了，可我们看的时候会把它看成怎么样？凸出来了，啊，现在这样就变成看起来凸出来了，哎，这样了，就感觉凸出来，鼻子是不是凸出来？对。但是看起来凸出来了，啊，实际上凹进去，所以我们从这边看可以看到鼻子，这边看也看到鼻子，都可以看得到，所以视觉上会觉得，哎，它在跟着我们转头了。不过它实际凸出来了，我们转个方向就挡住了，会看不到。好、哦，这是我们这边的，哎，颜色不太一样。好，啊。对，好，好，我们现在把这个发下去吧，玩个一分钟就好了啊。我们接着还有，嗯、我们现在发下去吧，嗯。对对。好，我们拿到先玩一分钟就好了，然后就可以带回去了啊。怎么样？这是一个是远近，然后家长在问，投影片这个是怎么做？哎呀，单独一张就好了，投影片就这样，你这样拿着放在桌上面，这样动，有没有感觉它也会在动？会，我刚投影片的是这样而已。好，拿这个纸张这一张纸张在桌上，
光是这样一动，你会感觉它在移运动，啊、哦，会转动。我头不要动吧，要头晕了。啊，数到五还没收起来，我们就没有不发下一个了。五、四、三、二、一，好，很好，嗯，这一招不错。好，来，我们看下一个吧。啊、嗯，下一个我们是跟纸有关的，哦，纸有关的，我先介绍几个，我们再实做一个。啊、哦，阴阳方块是怎么样？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没有做这个了，因为这个太复杂了。啊、哦。好，问一下阴阳方块。我没有见过。哦，没见过。哦，太好了，这里有生婆，这是我自己做的。好、哦，我们这里应该有那个买来的生婆。这是一个看起来，先看这个，先看这边，这个白色的方块，那总计有八个小方块了，可以变成这样，然后可以再变成黑色的了，黑色就会变成这样。好、哦，啊，我们这边有一个现成的，嗯，好、哦，然后，哎、欸，这个是比较花样，有花样的，啊，我是把它做成黑白，因为我觉得黑白好像比较对比比较明显，好，然后白的就变成黑的，然后再拆成两个，又变成一白一黑的方块，再变成两个白的这种多角形的，好，我们看一下影片，操作过程。哦，白的嘛，对不对？这是我自己做的啦。哦，做的这个老实讲不太好做，蛮花时间的。哦，就变黑的了。变黑的了。那里面是白的了，现在又变成白了，然后可以怎么样？又可以拆掉，变两个白的，两条硬币一白。然后这个可以再把它折成一个黑的方块，啊，它这边可以折成一个白的方块。这个日本有在卖玩具，日本有在卖，这是日本，就我知道是日本一个日本的发明，也弄成两个白的多角形的，啊。我小朋友，你真的很有耐心要做，有啊，我网页也有图形可以下载，有图形来，好吧，这是阴阳方块。那我们今天我们刚朱教授拿来，这是他们跟你们自己做的还是？哎，你们发展的呢哈？啊，他们把它做成套件的哈，做成这样一个套件。哎，做一下这个有没有？我们先做一个，哎，不过我这个实际玩法。不对，下，等我们弄清楚，可能五点。开玩笑，可以套进去。没有，没有。好，好，这样子是一个，是一个方块。有点是橘色、绿色，对不对？啊，然后再来分开，可以变这样，是比较紫色的，这边色变了，对不对？哎，还可以怎么样？两个，然后就一个多角形，那个多角不一样的，变两个。哦，那个多角形要换。好，哎，好，那如果这个，先问朱老师，这个有没有现成可以拿得到？哦，太好了！哎，这里有网址，如果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这边看。哎，好 ，OK， 好，好，我的网页也有啦，也有了，不过不像这个已经可能套件已经比较组装好了。啊，你，哦，没有组装，还是要说的蛮花时间的，大概一天绝对逃不了。啊，来，我们来黑白学生变，看到没有？好，我们先介绍一下，
啊、哦，是做成这样的，可是这样不止一片吧？要几片？就一片而已吗？不止一片吧？这样才四个，我说要做一个要几张？不止一张，对，要两张，不止吧？我觉得不止两张，哎，啊，没关系，没关系，哎呀，哎，这不错哎，我不晓得这边已经发展这样了，现在我一定要带一下，啊，啊，你们看到什么凹，那不关我们事。OK， 好，那我们这个黑白学生面是这样，这是我最近才发展出，不是我发展的，是我在网络上看到，然后把它设计出来，它会怎么样呢？黑白学生变，这我们自己拍的，这什么字？黑底白字。等一下，哦，我要放大一点，哦，现在是黑底白字，哦，黑白学生变。这个英文字 film、哦、影片啊什么的哈，黑底，黑底白字，那变白底黑字，有没有变化快？看得出来发生什么事吗？有东西掉下去了。对啊对啊，是有啊是有啊，怎么变呢？怎么变呢？怎么办？这个要怎么弄啊？其实这个可以当一个脑力激战，让我们去想一下，这个要怎么弄？好、哦，哎呀，这要怎么弄？哎，我的，哎，我的那一张呢？啊，是这样的。好，有点卡住了，怎么又这样这样了？就变了，啊，啊，变了，是吗？啊，这样，啊，然后再转一下就好了。有没有变了？变了。等一下，又变了，黑底白字，白底，可以看荧幕，哦，看不到荧幕。对，对对，有个东西在动，对对，啊，要怎么弄？问题是要怎么弄？盖到，黑板吗？啊，哦，我看到，哦，中间对啊，有一块板子在动啊，哎，啊，问题要怎么弄呢？怎么设计？好，来，这个一样的，我网页可以下载，哪个在动？这个，这一片在动，比如说把它放到这里来。是黑底白字，对了，移动过来 ，film 是不是倒过来的 film？ 是倒过来 ，film， 好，再回去吧，啊，放下来，是白色的字，黑底白字，然后再移动过去，哎，哎，好，是这样啊，你们注意看了这个白色 m 吗？那这里有黑色 F 在哪里？黑色 F 藏在哪里？对，倒过来这里，对啊，聪明的。哦，这个培养小朋友观察力不错。啊、哦、，I 呢，就是分别两边嘛。哎，所以 F 可以组成一个方块嘛，一个倒过来，一白一黑组成一个方块。啊、哦，所以放下来，所以剩下的呢，这里是白色的 LN， 这里是黑色的 LN 嘛。就把它放进来就好了。好复杂哦。哎，会吗？可是你不可看出来了。一定要 F I L N 这个字吗？小朋友想一想啊、哦，学到英文了吗？对，不一定啊。只要 F I 开头，是不是就可以？对，只要 F I 开头的四个字一定都可以。哦，还可以考一下小朋友的英文。那有那 F I 开头英文字，数学。快，哎，没快，我找一个一，快，火火了，对不对？快，必须，对对对，快，对对对对对，好，那这里我很快看一下，这个做法很简单啊。对，我就不详细讲了，各位，对我刚今天所介绍的啊，在我的网页都有，图形也都可以下载。比如像刚那个哦，学文方块可以下载，啊，我的网页也都写得很清楚了。如果是像亲啊家长啊，还是老师用来教学的，你不必经过我同意，不必经过班主同意，你学校教学，你直接下载下载，你复制完全马上去用没关系，不用那么麻烦，还要跟我说要经过我同意。只要你不是拿去干嘛，大量散播，比如说你做成网页，大陆就一个。网站把我整篇等于是整个都扣上去了，只是变成简体字，
连某一张照片，因为我是操作的，照片也贴上去了，只是简体字化而已。啊，我写信给他讲说，我没有要求删掉，我说你注明个出处的，因为它是一个整个网站的，他怎么就贴上去了？他怎么不甩我？我确定他有收到信，因为我说我也要干嘛的。啊，我后来问律师，他说这个没有用的，除非你有钱有闲去大陆打官司。后来算了算了，好，这是哦，顺便讲一下呀。啊，我们老师们，你要用，放心的用，没关系，用于教学的、推广的，都不必经过我同意，直接用就可以。好，所以说明一下，各位有兴趣，我们今天讲的呢，不包含今天讲的也都可以哈、哦，可以有兴趣可以自用。我们时间有限，我们只花等一下有时间再过吧。好，我们接下来水，今天会实做最后一个。那这个神奇宝乐瓶，我上次有介绍过，也有带着做过。那今天。也介绍一下回去做，这个回去做好简单，绝对可以做哦，非常简单，而且效果很好，效果非常好。看一下，来，小朋友看一下，做过一个宝乐瓶，水能倒进去，这个水倒进去了，好来倒进去又怎么样呢？来看一下吧，当然会发生一些事情嘛，哈、哦。放了一根牙签，水倒进去了，上面有那个网，水能不能再倒出来？可以。这看起来都没什么嘛，然后呢，把它塞，我放一下，倒立。这我知道。哎，水呢会不会流出来？哇！哦，瓶口有东西吗？那边有一个网。有没有东西？有。哎，可是插进去了，牙签插进去，牙签又浮上去了，哦。瓶口没有网。好。瓶口当然有东西的，不然怎么可能这样？它只是怎么弄呢？有没有怎么样？哦。好。有没有玩过啊？学校吗？啊，上次了，对，我们上次有去。你手有一个胶带。而水还是可以流出来哦。没关系，没事，小朋友本来就很容易兴奋，没关系。没有网。啊，水还是可以流出来，对不对？好了，这怎么做呢？啊，其实这样而已啦。瓶口上面有东西啊，可是牙签怎么插得进去？有洞嘛？对啊，就这样嘛，就可以推理出来了。好嘞。这是我早期的做法啦，钓鱼线连半天，累死了，连出网子。后来发现，浅大军这什么东西？就这个。洗衣网。哎，就是五金店，五金店洗衣网啊。洗衣网是一大招嘛，不过注意一下孔不能买太大，像类似这样子的，哦。然后你用热熔胶把周围，把这个网子粘在瓶口周围。就可以了，然后把座位剪掉，注意啊，瓶口要平，那网子，哦，不然凹凸不平，啊也不要拉，因为要注意一下那个孔也不能太大，这样就可以玩了、哦，哎，好，这是我推荐大家，这超便宜，一大张洗衣网，还有老师们，我今天可以用了，啊、一大张就可以全班都可以做了。啊，这个是奇妙神雕，这个也是可以回家自己做的。啊，这个有看过吗？中文没看过了，对。好，这会怎么样呢？这可以用一个，可以去五金店找杯子，大杯子、小杯子，怎么样？口径不一样的。那缝呢？这个中间要有缝，要留有缝隙。啊、哦，这个缝隙理论上是越细越好，越窄越好。啊，越窄，理论上是越窄越好。好，那我们呢会发生什么事来看吧。啊，里面是装了甘油，哦，西药房也有卖甘油啊，所以很多人拿到。然后再滴食用色素，一般的食品药品行也有，食品行也有卖色素，不一样的色素，滴一个小滴就好了，我、哦、不用滴太多了啊、哦。红色、绿色，我这里面滴一个三滴。好，接着要干什么呢？我来旋转啊。旋转之后，颜色会不会混合？有没有混合？好，混合了，有没有混合？没有混。是不是混合了？好啦，转，好停。我现在要开始转回去，我现在暂停了哈。如果转回去，混合的颜色有可能再分离回来嘛？哎，现在转回去。颜色又回来了，哦，没有百分之百了，但至少三个颜色看得很清楚了吧？对不对？
好，这个就是陈柳，这个蛮有趣的。其实我这个实验很早之前就看到了，可一直做不出来，后来才发现啊，用这个方法可以。哦，这个有专门的仪器的，不过那个要定做很麻烦。啊，这个用的大小杯子可以做得出来。好，这个是这样啊，这叫陈柳。我们今天看到的是这个，一般水龙头，小朋友你们以前玩色彩画画，色彩混合有可能再分开吗？不可能吧、啊，都乱掉了、啊，不能再分开。啊，这个可以，原因在什么？我们平常看到都是乱流，哇，里面水溶液啊，不是水溶头啦，水了干嘛了？乱流，等于乱流了，比较流去没有固定方向。可是像是慢慢转，然后粘度是不是大一点的，像甘油，要粘的那一种。就可以形成层流，等于每一层都这样流，这样流，这样啊，回来是这样流，这样流，这样流，对，它不是乱跑了，乱跑了，它乱跑了，它根本不可能再恢复原状了。哦，那也就造成层流有特定的一些条件了 啊，这是它的一个现象。好，接着我们来实做这个啦，啊，差不多，哎，啊，是，啊。回去自己做好了。报纸纸画的就好。这个朱老师有一个经验哦，就是只要我们离开这间教室一出去就叫不回来了。所以说待会我们那个实验要在外面做，可是我们在室内要做完事情，我们先把它完成，好不好？然后我们就第一还是等一下要出去的时候我再交给你，因为我还要讲一些话，要先教会了怎么样的，要先教会了再出去。哦，这样的 ，OK， 好，那我先把纸花讲一下就 好，因为纸花现在没有做嘛，但我觉得这个很有趣，老师每年老用，啊、哦，纸花，因为纸花在弄会花蛮多时间，而且我介绍一下，哎，好，刚刚有一个纸花是没做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因为这器材超简便的。哎，就实际上这可以教很多东西。假设老师没有用的话，啊，这个是这样啊，就把报纸呢，我刚刚这个那个胶带只是这样的，画个圈圈，胶带是画圈圈用的，报纸呢就画个圈圈，画圈圈是要把它剪下来，剪圆圈的哈，剪圆圈，剪下来，啊，剪圆圈，一次可以剪好多张。啊，剪下来，剪下来，啊，剪下来了。哦、然后对折一次，对折两次，对折三次，小朋友对折三次会有几个花瓣？六六嘛。啊，二乘三，你看二的三次吗？因为对折对折又对折，一张纸对折对折有几层？有几层？有八层。哦，八层也是又有八个花瓣了、啊。好，然后摊开就有痕迹了。对折是为了有痕迹，然后剪。剪半径的一半就可以了，剪半径的一半，剪半径的一半，好，剪老师要干什么呢？折，哦，剪老师的花瓣就折，要按顺序一个一个一个的往中心折，往中心折，折好一共八个花瓣了，然后稍微压一下。要一下要干什么呢？好了，要放到水面上了。有做过哈、啊？对，有些小朋友应该有做过。来，会怎么样呢？很快哦，它会开花，啊，就开花了。好，那就要提醒，就是说，这个可以做很多发展哦，不是这样而已。你可以去设计不同的造型，比如说用这个，这个要动脑筋的了。这个很像什么？一个门，对不对？博士的门。好，来，我们再从头看一下，很像博士的门。对，这个动作呢，关门。对，晚上睡觉了，要不要关门？要关门。还有嘞，还有窗户要不要关？窗户也要关。哦，对对，很有趣，而且不止一层而已，可以设计好几层的。因为我常常觉得像这个可以启发小朋友一些创造力了，他们去动脑筋去做一些设计，不同的设计，啊，对，这个不同，这里有歌，这里有歌，哪里就是你歌的地方可以不一样，
哦，所以这是我也建议老师可以，真的是蛮有趣的一个，因为很简单，报纸而已啦，还有剪刀、注水，还有这样而已。好，好，那我们请，哎，好，我们朱老师。对，给他们来。好，那现在是朱老师时间，我们有三件事情要做，做完我们就可以去外面玩最后一个非常精彩的这个实验。那待会朱老师会当场示范，还是现在先看影片？当场示范就好。当场示范，好。那我们要做。大姐，我觉得我先在这边。我应该要先在这边，因为我一些基本的原理要先讲一下。好，基本的原理还是要讲一下。那没关系，那个我们工作人员先帮我们徐老师准备一下。哦，有这个有。管子。然后呢，我们这边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要把问卷写完，所以写完带出去哦，用问卷换待会的那个实验的器材哈。然后第二个我们要颁发感谢状，我们先偷跑哈，先假装我们活动都做完，然后颁发感谢状给我们雪瑶荣老师。那这点大家要配合演出哦，就啊、哦、我们做完了，然后鼓掌这样子。OK， 然后第三个，刚徐老师是不是答应大家要送大家那个立体恐龙？就是这个。对，所以我们是不是要赶快把这个立体恐龙的这个纸发下去，然后你们回家做，好不好？然后再加一，刚刚那个纸花是不是用报纸就可以做？所以小朋友可不可以答应朱老师回家都要做？好。没有，我都听到每个小朋友都要做好哦，有没有？好不好？好。好，就这三件事情。然后那个，谢谢那个徐老师帮我们做这个宣传哈、哦。如果有需要，就是购买这个的这因为真的比较复杂，所以说有兴趣的朋友再提供。那你如果需要购买的话，请找我们的工作人员，所以是到哪边？柜台，就是报到柜台那边去，然后登记，然后付费，然后领这个纸卡。好，然后不好意思，我再废话最后一个，就是刚刚徐老师做的很精彩的实验，有没有？搅一搅混合，然后又回来。那个我们的网站上也有，那我们的名字比较特别，叫做谁能让时间倒转？你就回到了那个，比如说你搅拌之前的时刻，所以欢迎上我们的网站去看那个这个实验，也有相关影片可以参考，请大家给我们一些意见。好，那我现在先把时间再交给我们雪阳荣教授，然后他要告诉我们待会出去做的这个实验 ，Table 叠斗。好，好，谢谢。好，那个。做那个我喜欢先互动一下，所以互动就是先问一问大家，先让大家动一动脑筋，我们再来做。哦，通常我不喜欢怎么样呢？就按部就班做完了，那做一做，好玩好玩好玩了，然后就回家了。我希望能够尽量问一下，让大家动一动脑筋。我现在问题是怎么样呢？哎，来，这里有一桶水，请用这个管子。你不能用别的东西了，就这个管子，把里面的水呢吸出来。好，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水跑出来？嘴巴吸嘛。嘴巴吸嘛。可以啊，可以啊。好，就看你这一口气够不够长。好，但是我常会说，能不能优雅一点？嗯，要的。哎，是，来，你讲。盖住。哦，来来，我们来。要不要试看看？没关系，没关系。哎，做不做也没关系的哦。哎，你们柜台太可以。哦，等一下。好，哦，用一只手，哎，没关系，来来试看。来，哦，按住，就把口按住，然后拿起来。好，好，没关系，很好。按住，然后拿到旁边嘛，对不对？好，来，来试看看。哦，这里有个小朋友，慢慢来，慢慢来啊。啊，如果已经出来就好了，不要一直喷。看结果有没有看出来？慢慢来。哦，装不起我。没人吸的。哎，水有上来呢，有哎。有没有办法把它吸出来，喷出来？嗯。哎，有上来，有上来，有上来。哎，不错了，不错了，至少已经有上来了啊，已经有上来了。
好，谢谢。好，谢谢一下，刚才出来一下，谢谢那个同学。好，还有人要上名啊？好，好，我们最后一位，因为时间也有限嘛。来，试试看啊。来，没关系，不要怕，看你喜欢怎么弄就怎么弄。我是高十一岁。哎，有上来，有哎，看到了，有上来，有上来了，那个气血上来，让它喷出来，吸出来，啊，掉下去了。OK， 有是有上来，有上来，有上来一点点，有上来一点点，有上来一点点，好，不错不错，有。好，很好，谢谢，我们鼓掌，谢谢谢谢。啊，记得他们想到都会想到什么了？干嘛按住，对不对？有按住再拿上来，漂亮，很好的起点，没错。问题在那里，有没有办法继续分出来？哎，你知道啊，大概是这样，对，是这样、啊。原理上基本上就是上来是要盖住，上来了，对，盖住之后呢，它上来呢，好，哎，不用，那我直接讲就好了，来。吸啊，盖住之后上来，管子里面的水会掉下去一点点，里面的气压变小，大气压力就会把它压住，水就可以上来。刚才我看到有一点上来了，问题怎么继续啊？一定要再下去吧？如果想要继续的话，不能离开水面吧？离开水面就一定离开桶子的水面，水就要流下去了，所以不能离开桶子的水面，你就快速的下去，但是这个手要怎么样？要不要打开？水要打，手要打开，然后再盖住，再拿上来，打开下去，盖住上来，打开下去，上来。盖住上来，盖住。好，是这样啦，你不要去想这样，啊，不要去想说我怎么样盖住，什么时候离开，你用惯性就好了，啊，要国中会学到惯性，你说呢？怎么样？放上去，放松就好了，放松就可以了。放松呢，上来会不会自动的盖住？因为你手放松啊，对吧？为啥会盖住？因为你放松啊，你手不要这样跟着上来，你手要不要跟着上来？不要，你就放着，这样就盖住下去嘞。因为你下去，你也是自然的下去，这个手会自然会有一点点来不及，一点点的痛，就盖就会展开了。所以基本上是要注意看啊，来，你看我多快就喷出来了。这个喷出一点点没关系的，很好，来，看到吗？有没有看到？啊，好了好了，通常经验是三教四教就可以了，你就这样子做吗？好来，要不要再开一次？好来，你看啊，哦，你看我这个手好像很轻松的，很优雅的，啊，有了，已经上了，好了好了，继续一弄就继续喷。啊，我们去小学带的话，小朋友经常会喷的全部都湿掉了，很高兴。对，等一下怎样注意哦？好、哦，就是不要互喷。来，注意，我现在这边讲注意是这样的，好、哦，不然到外面可能危险，不容易看到。是这样啊、哦，刚讲过了，你左撇子右撇子都没关系，看你哪一只手比较有力气的，是这个。好、哦，要不要很快？哎，注意，要不要快？没有，不必。记得要怎么样？优雅 ，OK， 要优雅，好，不要很对齐，不要这样子，这样就好了。再来，这只手要怎么样？放松，什么叫放松？放在它上面。啊，注意，你不要这只手，你不要想说要跟它上，跟它下，跟它上，跟它下。你这只手要不要思考？这手完全不要思考，放好紧张，别弄的，看没了？是哪个在动？他在动。你这个手只是保持在它上面，保持着就好了，也不要故意去压，故意放都不要，就放着，它自然就会这样。你看我这个就自然就是这样，好、哦，放好紧张，好嘞，好不好？哎，我们来请一个大朋友，看会不会放松来。对，我先试看你要哪只手放上面，你是这样的哈，那、啊、你放松了吗？我先试你放松了没有？放松了没？放松了。哎，他怎么还在这里？因为你如果放松，你会怎么样？对，放松了吗？哎呦，放松了吗？有，哎，差不多了有，不然你看啊、哦，你放松了，你眼睛闭起来，不要那个，你就放在上面就好了，放松。你不要动，你不要动，你
眼睛闭起来，你就跟着我就好了。你放松，你看，来，再一次。哎，你怎么手还在这里？就这样就好了。为什么一拿开你手还在这里？你放松应该怎么样？是不是掉下来了？这样子。哎，有放松了吗？哎，在这里，还在这里。好，没关系，没关系，等一下出去外面自己试一下。会不成功都是因为怎么样？要体力 ，OK， 要放松，就是这样。你放下来，我还在这里。就是你有在用力，不然你手怎么放松？要怎么样？好吗？哎，那你就在上面，真的手绝对拜托，绝对不要会失败，都是因为你在想，上来下去，上来下去，上来下去，要跟着他，要跟着他，要跟，不用想了，拜托，啊，就放着就好了，啊，好不好？你就这样就好了，啊，那记得轻，这样就好了，这样，啊，哎。